近日，邱淑贞携女儿沈月现身上海出席活动，现场星光熠熠，但邱淑贞的风采依旧无人能及。她身着黑色西装搭配开叉裤，虽简洁却尽显高贵气质，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优雅的魅力。然而，或许是久未公开亮相，她略显拘谨，需要女儿的引导，沈月则显得更为自然，笑容灿烂，挥手致意，与母亲的矜持形成鲜明对比。网友纷纷感叹，邱淑贞虽不复当年青春，但那份母亲的光辉更为耀眼。此次亮相无疑是为女儿沈月加油打气。镜头下，她的皮肤虽有些松弛，但那双明亮的眼睛依旧透露出当年的风采。沈月则完美继承了母亲的美貌，并凭借青春活力赢得了更多的关注。除了沈月，赌王千玺何超昕和富豪之女刘秀桦也出席了活动。何超昕与沈月关系亲密，两人同框时更是展现了深厚的友谊，而刘秀桦则稍显拘谨，但仍能感受到三位富二代之间的亲密无间。如今邱淑贞近照曝光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